蘋果早排推出全新 MacBook Pro， 規格升級之餘又有新功能，而家試下呢部13寸版本啦。今次 MacBook Pro 一樣採用 Retina 顯示屏，具備500 nit 亮度同 P3 寬廣色域，但新機加入來自 iPhone 同 iPad Pro 嘅 True Tone 技術，屏幕可以因應環境自動調節白平衡，眼睛睇得更加舒適。13寸新機採用第八代 i5 或 i7 四核處理器，速度是上代的兩倍，還有 16GB RAM 和最高達 4TB 容量的 SSD。 15寸版本還可以揀到 32GB RAM、 i7 或 i9 六核處理器。全新 MacBook Pro 雖然採用同上代一樣的碟式鍵盤，但就有明顯改良，打字更加靈靜，而每個按鍵都有背光 LED 燈，在低光環境工作一樣快咁易。還引入在 iMac Pro 首次亮相的 Apple T2 晶片，管理 Touch ID、Touch Bar 和各種保安功能。喂 Siri， 幫我打開。多得這塊 Apple T2 晶片，新機加入喂 Siri 功能，只要說一聲喂 Siri， 它就會幫你打開文件夾和告訴你天氣狀況和其他實用功能。MacBook Pro 共有4個 Thunderbolt 3插口，可以作充電、數據傳輸、接駁顯示屏和外置顯示卡等，非常實用。